有味儿。你什么楚夫人吗？她是谁呀？你什么也别问，就下令查吧。我查，我查什么呀？我怎么查？我为什么要查？对不对？你啰嗦什么？我爹这会儿去找皇上，要是皇上回来了，我看你这条小命也难保了。我知道啊，我，所以我比你还着急嘛。你要帮我这个忙，我就放你走，越快越好。好好好，你说，查谁？叫谁啊？华阳兵被盗。会。嬷嬷，你说，你说，你叫来。皇上有旨，宣淮阳兵被盗张友觐见。臣张友叩见皇上。啊，平身。皇上，快说。好，张友啊，朕命你去查一件事儿，这件事十分秘密，反正是朝廷的秘密，由这位清廷姑娘负责，你全力协助她。遵旨。臣不知皇上要查何许人。查和，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朝廷的秘密啊！哦，对了，青天姑娘，有什么事你告诉她了吧？你们俩快走，别耽误时间了。遵旨。哎，我现在也该走了吧？恐怕为时已晚，大门不能走，走侧门试试。啊，走侧门，走。这，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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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公公，下辈子打死我，我也不当皇上了。这话崇祯就说的。嗨，我以为当两天皇上享清福呢，哪晓得差点把脑袋给玩丢了。哎呦，不好，皇上来了。公公，我怎么办？我往哪逃？来来来，公公往哪儿走啊？我进书房，据理力争，或能保命啊。奴才。